今日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三，哎，欢迎大家来收看。今天今日节目来，咱今日节目的中甲大家来谈，都、就是做人有够好。咱人吼、哦，在咱过去真侪年的发展的过程中间，咱有慢慢慢慢发展出真侪真侪真有特色，或者是讲一种骄傲，是几千年来所有人类共同努力所留下的一个，而且咧足要紧，足要紧。 一个财产，迄、那个财产是啥物？就是咱诶无共民族诶文字，无共民族诶音乐，无共无同民族诶语言，无共民族诶礼貌，无共民族诶文化，吼，无共无共款诶民族诶运动，无共款诶民族，伊所表达出来即系即系艺术，吼，即就是咱造福即个世界，咱人类曾经伫即个世界。 存在过，哦，咱存在一个纪念品，就是杜家老三所讲的，再种种物件加起来，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做个分享的，也就是，咱人类的艺术，也当讲是咱人类真值得骄傲的一个特色。我叫做人类的奇妙，其中一个就是咱的艺术。什么是艺术？艺术其实不是指某一个物件，艺术是指足济物件佮综合起来。 就变做一种艺术，虽然我即人是一个艺术家，都所指的都是伊一种个性，就是讲，伊即个人，伊会知影，讲用一个美感，伊会知影，讲用一个毋是讲作现实的角度来咧看代志。什物叫做毋是正现实呢？比如讲建筑好啦，起一间厝，起一间厝起气伊会大热就好啊，毋免要起候水。 即个叫做实用的角度，但是艺术的角度无同。艺术的角度就是讲，除了实用以外，我得爱个可以好看，即件事得爱个水，哦，即叫做艺术家的角度。所以简单讲就是讲，咱人类、呃、吼，诶、呃，本身就是真爱追求一种美感，啊，即种美感咱就讲讲称作即是一种艺术，就是讲。 有一个足困难的物件，啊，咱会当找出变啊，解解决，即个一种艺术。所以讲，做父母嘛是一种艺术，谈恋爱嘛是一种艺术，是毋是？所以艺术毋是技艺术，毋是一个作品。吼、哦，当然你讲啥物叫做艺术？一个雕塑是毋是艺术？当然是，当然是。啊，你讲一百多个是毋是艺术？嘛是。毛笔字是毋是艺术？是。但是。 我叫你讲，咱已经叫做艺术咯，有收个作品叫做艺术，咱认为行为搞尾啊，嘛已经升华，变成一种艺术。所以人讲一个人，比如讲赛车，好技术赛车，好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咱讲哦，这是一种艺术，哦，一种艺术。安怎赛？野赛赛个车当翘高呢？但是翘毋是毋是头前翘呢？后边翘呢？是翘边仔。 训练、哦、了，伊塞车来当塞甲车来当安尼去，安尼以后再调塞啦。哇，即个人驾驶技术，根本都已经是一种艺术啦，这個、叫做艺术。所以咱人会追求什么物件，做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，咱讲这叫做一种艺术。我想，即、這个是咱人类的一个足，真不平凡的一个成就。所以我，我即么直接所谓讲的艺术，毋是只有只只讲一种艺术家做出来作品，毋是。 我想，我想要谈的，就是讲，人类伟大，就是，咱无论做什物，都、就是会有一寡人，将迄个代志做较有够好、有够好、有够好，好到惊死人。咱都把迄个叫做一种艺术。比如讲讲话，大家都拢爱讲话，讲话讲到一种地步，互人互你的话会感动？互人听你的讲话時的时会流目屎？互人听你讲话会欢喜？利用你的讲话会通控制人的情绪，人讲哦。 这真正是一种讲话艺术。比如讲管家囡仔、家家囡仔。吼啊，乖乖乖，你拢摸会着伊诶心。你讲诶管家囡仔嘛是一种艺术。做老师管学生，管家学生啊，对你有够好。那么讲，即个老师已经教学生，教育已经变做一种艺术。一个人唱歌，唱歌有够好，唱歌已经无人会当甲伊比啊。 伊又种家己足特殊嘅风格，咱讲哦。即、這个人唱歌已经到一种艺术嘅地步啊！这样写字写嘅正好看，我哋字呢正好看，看你嘅字根本就是一种艺术。哦。所以咱认为，会样欣赏一,一,一,一个人，一努力，会样欣赏一个人嘅独特，以及独特嘅一个所在。咱会样欣赏一个人，伊做一块咱做未到嘅物件，咱当咱足赞叹嘅时候，足骄傲嘅时候。 俄罗斯德吉的传、就是、说，那都是一种艺术哦。所以骑加大车骑到最后，特技单车就记了。骑加大车，骑啊，那冲起来，天顶会当变古罗莲，讲那件一种艺术哦。比如讲，有一个马戏团叫做太阳马戏团哦，哇，因将因的身体发挥到一种咱想袂到的地步，那讲那都是,、就是、這是一种艺术。 看伊的表演，伊的身体本身，吼、哦，每一个动作拢是一种艺术。所以当有人咧跳舞的时阵，迄、那个舞蹈人哦，看人咧跳舞，用伊的身体的表达出迄种物件，啥物叫做欢喜，伊毋是用写歌，哦，伊毋是用讲的，伊的欢喜拢无讲话，伊的欢喜用伊的身体安尼在振动时候你，你感觉讲哦？我看你的身体，我得通感受到一种足欢喜、足和平的感觉，迄著是一种艺术。 用你嘅身体的动作，亦通表达出我心内情绪。哇，这真正是一种艺术。吼、哦，身体啷、哦这个尾啊，食物件，我这物件咧，真哩好吃。哇、哦，那是咧食恁煮嘅物件。哦，食到这种物件，根本就是种艺术。哦，恁煮嘅菜咧，真哩水，干那捧出来，看你嘅菜，干那亲像一个艺术品同款。现在足唔感觉食掉，这都是一种艺术，咱叫做美食嘛。 一种艺术，所以我记着一个，就是讲做人是要作教哦，做人是实也真快乐，因为做人每一件代志，伊拢会当变做一种艺术。哦，有人用纸咧拗折纸，伊嘛变做艺术；有人用胶刀咧剪纸，伊嘛变做一种艺术；有人咧做即个陶土，哦，伊嘛变做一种艺术。 什么物件拢总会当变作一种艺术，包括音乐、体育、吼、美术、建筑，什么物件，只要你有认真做，你做到一种以前的人唔捌想过嘅物件，你甲做出来，迄就变作一种艺术。虽然人类嘅整个历史嘅过程中间，看到咱人类一一直不断地突破，一直在进步，你就感觉讲，迄根本都是一种艺术，包括电影也好，舞台剧也好。 一种表演的物件，当即个物件表演较正完美个时候，咱就讲这叫做一种艺术。所以，其实咱讲每一个人，咱拢应该是一个生活个艺术家。咱那个要求咱家己，咱的讲话，咱的、咱的即、這个啊表达吼，咱、哦、的吃物件，咱逐日的生活，包括咱穿个衫，咱你家家己要求讲，我要安怎样，互我家己吼比较比较像一个生活一个艺术家。 哦，你想讲老三的节目，即、这个衫，即、这个这个布景，那么是尽量经过好诶设计，即拢请专人设计，即、这个设计出来，你会感觉讲，哎、欸，这嘛、个、是一种诶艺术。所以，人活诶世间着都种美感，所以过去老三把给大家分享一种观念，叫做生活美学，生活美学，迄都是对艺术诶观点去咧看生活，亲密关系，暗暗无边的斗阵，迄是一个艺术。 啊，爸、母、边啊，教育咱的人啊，是一个艺术；里面啊，安排你嘅生活，是一个艺术；里面在安排你退休嘅生活，是一种耶稣；里面在做一个决定，是一个艺术。所以你若对即个角度来讲起来時，算实在真奇妙哦。都、就是咱人活的时间，上帝消耗咱足大嘅空间。你邊邊个平平做即个物件。 就是有人做甲诚无聊，啊，就是有人会当甲做出一种伊家己嘅趣味嘅感觉。就是咱有人做人做甲诚辛苦，但是有人会当做人做甲诚快活。啊，毋是讲一定趁大钱的人则快活，无一定。毋是讲事业成功嘅人则快活，无一定。哦，所以你也捌看过咱即、這个日本诚出名一本小说，哦，拍做电影《左后的超级人嘛》，迄个生活艺术家，完全无钱，无地位。 伊有诶物件实在是真少，但是伊个生活态度使人会感动。伊个讲话，互人会爱笑。哦，甲伊做伙，你会感觉讲，伊实在是真伟大。明明日子是遮尔样辛苦咧过，但是伊家己拢未感觉迄个叫做辛苦。人个欲望是实实在在，伫过日子诶时阵，哦，你会感觉讲，嗯，这就是一种诶艺术。哦，你会发现讲，伊生活态度本身就是一个艺术，所以遮物件，互咱会感动。 所以啊，做人哩世间，你别感觉活哩，活哩真幸福，你会感觉讲哦，我的当然世间实在是有够好的代志，哦，你感觉我的生命实在真有价值，安尼你一定下追求艺术。当你的生命中有真正艺术的感觉伫你的生命中时，你就作自然，你就开始美好。所以你若看好艺人吼，伊为着要享受艺术吼，伊常常将一寡叫做足贵嘅物件咧，放喺伊兜。 所以，一个行入面，看到迄个物件时阵，心情就好。你就有种艺术的感觉，即嘛真济，即个大的社区啊，伊嘛即种建筑是说呢？即、這个社区中有无一个行入面，中有一个足大的啥物造型，互你感觉讲哦，一、這个看的时阵哦，真有气派。迄其实就是种艺术。甚至即嘛大的社区，伊本身真个大一个建筑物，伊后本身有一个足大的一个造型，迄嘛是一种艺术。所以人吼、哦。 真正真需要种艺术的感觉，人是真需要吼，毋通什物代志，一直咧看讲，即有啥物原因，有啥物原因，你袂当一直跟他用有原因无原因的角度来思考问题，安尼袂使。咱人要快乐，一定要去加上有一个艺术。我用最简单讲的你一定听，就是你若生日的时候，是买一个鸡卵糕，吼，你敢会讲啊鸡卵糕，都是要食雕，所以我买一个鸡卵糕。 只要你将鸡龙卡卡来面粉拉拉咧，哦，啊，然后咧摕一支这个香的准吼、哦、出来，一个医院的鸡龙糕，安尼著好啊啦，未<會>？对不<吧>？咱那生日的时候，咱去鸡龙糕店，这买一个金龙哥，你一定会跟什么跟造型？哦，所以即麦足够做呢。迄囡仔，即麦要生日啊，有个鸡龙糕啊、哦，伊做一个什物造型？米老鼠又一个造型，啊，或是做变成 Hello Kitty。 变一个造型。有人甲你讲，即、這个公园够敢若亲像一个儿童乐园，迄、那个公园都会上顶观展，吼、哦，还有啥物森林，还有游乐设施，还有这個、还有遐、那個。迄堆些个物件，你看出来你感觉好可爱哦，卡哇伊呢哦，你着感觉哦，足想物买。即叫做艺术。即摆你了解了哦。咱人咧追求著是追求这個。你嘛讲讲啊，无啦，我勒对艺术无啥要求，无啥要求。等你甲恁孙要生一个時，是你欲跟恁去讲，我凊彩啦，凊彩啦，袂啦。 你也见讲多一个较水，练一个小小鸡能糕，咱买等于就要给切开啊，买等于就要给破坏掉，不要给吃了呀。练安尼，咱想买想要买一个水的物件，可见咱人的内心都是追求艺术，就是啦、就是。好，又讲这个，等下聊，咱继续来。 欢迎收看老三的节目，今天跟大家分享。做人的世间有一项正特殊的物件，就是咱人类的追求艺术。咱追求艺术，所以啊，当你啊感受到这个艺术对人的意义时，你会感觉讲生就有价值。所以我家己的感受就是讲，吼、哦，就是对这个艺术吼教育了无够。所以今感觉讲真无聊啦，上班感觉讲真无聊啦。 咱诶，的美学教育无够。我这么讲诶，艺术，我搁强调，毋是讲啊一个作品叫做艺术，毋是，是态度，是一种感觉，是咱心内对待一个看法。如果若咱自细汉，咱教育咱诶囡仔，自细汉，你好好教育，你你来学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国文、理化，你学遮些物件了，你也可以使用，你也可以运用，互你家己诶生活变做一种艺术。 哪咧，我跟你讲，犯罪率一定降低，一定降低哦。第二，自杀率一定降低哦。第三，规个社会的即个风气一定有足大的一个改变哦。啊，第四呢，一定破病人给作手。你讲咱为虾米？因为即个人自细汉咧学即个物件的时阵，你加入。 艺术而这个教育个理念伫来滴，你带囡仔上课上上咧去户外教学，啥物叫做户外教学？户外,外教学就是去一个啥物野外去参观，一个啥物工程去看者。我就你讲，这种是作失败个户外教学，真的、哦、正。哦，我就你讲，种户外教学實在是真无聊。你户外教学应该呐，卖讲专好带出去啊。 应该是一班二三十个吼，你带伊去参观艺术家嘅生活方式，互因了解哦。原来，即个人伊是过即种生活。即嘛一班二十几个，其中有几个可能就讲我从来未有听过呢，对不？什咪叫做户外教学？你带伊来参观电视台，看看得了，跟解说哦，即个。 最传播嘅人，伊嘅生活是虾物？比如讲，一个报新闻嘅人，伊毋是跟他讲啊，你新闻稿摕来，我著照念，毋是。我惊念到即个代志嘅时阵，讲啊有人啥物伤心自杀，你是机器哦？你今仔负责报讲啥物人自杀咯、哦？毋是。是啊，即个人，即、這个主播甲小朋友讲，我做一个主播，我系喺正喺读册。所以当我看到即条新闻嘅时阵，我会有一种感情，会出来。 所以，当我报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是带着一种感情，对不？这个叫做专业。我将这个新闻的播报的工作当做一种艺术，为着提升这个艺术，所以我自己我就是爱看真济册，我家己常常跟人讨论这对代志的看法，这唔才叫做专业。这囡仔就知讲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我即马等于要认真读书啊。 伊才知影讲？伊即马学诶物件，将来著是将来要做一个艺术家，做一个电视诶主播嘛是艺术家。吼、哦。啊做老三广告节目，家己啊家己当做是一个艺术家。啊你过来带去参观，比如讲参观什么？参观即、那、落、個、做即个布景诶人，伊咧设计，伊咧设计讲告三诶各个广告节目，迄个布景我要用什么？吼、哦，啊若是一个移动诶节目，迄、那个布景我要设计什么？ 啊，若是一个主办的节目，迄、那个布景我要设计什物？你带囝仔去参观，或一个专门你、哦、的你吼得奖的即个设计师，你叫伊跟囝仔分享。分享讲伊用什物态度吼、哦、来做即个物件？啊，分享讲伊学的物件对伊带来什物帮助？这囝仔内底个足者人讲啊，我将来我要要做这個。吼、哦、啊，里过来，带囝仔去病医，你叫一个医生来甲伊讲。医生甲伊讲我安怎样？ 将一个手术当做艺术，我当你动刀的时候，我要安怎样动这个刀？我要那手术，和这个病人恢复恢复了，也是足好的。我安怎样手术前，我甲病人鼓励讲：，你啊信任我，你唔通担心，你唔通忧愁，我会给你服务，你请你放心，哦、你的问题我一定尽量给你解决。这种艺术，医生也是一个艺术家、哦，所以医生也将伊个工作看作一种艺术。 我来，互咱个囡自细做善种术稣个种个角度来伊教育。即、這个囡仔伊个人生一个目标就是：我将来，不管做啥，我就是一个生活艺术家。若安尼犯罪是是减少真济？人会犯罪，伊个人生无目标啊！因为我做医生，医生我下班了，我嘛是去疯趴，我嘛是去食毒品。为啥物无聊啊！因为医生只不过是一台机器。 在当手术的机器，若有一日科技进步个，迄个机器比医生的技术更加好，医生就会当毋免搁再回头啊，会当无利啊。所以人会当用机器来代替，安尼即种人生无意义啊啦！伊都咧等念嘛，等啥？等看当时迄个机器发明，我就要来退休啊。毋对，咱来对咱的囡仔自思想个教育，知影讲？人是无法度通代替啦。 你个开刀诶，技术偌好，咱一个人接切时阵，伊也是需要有人甲伊讲话，伊也是需要人甲伊服务。所以医生若是一个有受过艺术诶训练，伊毋是只有受医学诶训练，伊做实验受着真侪艺术方面诶训练。所以呢，伊咧从事即个工作诶时阵，迄、那个人性、人诶内面，即个艺术性，我拄啊咧讲诶吼，管嫁囡仔、爸母嘛是管嫁囡仔嘛是一种艺术，开钱是一种艺术。 讲话是一种艺术，若生活四处吼，任何代志拢是一种艺术的安尼，你会记理，人就是无法度通代替啊，人无法度通代替，因为你机器你搁较安怎搞，机器是冷的，对无机器你帮我冷機機。机器，伊无性命无感情，无性命无感情，伊就无艺术。所以你只要训练出咱的人，是有种艺术的感觉。 伊著是叫做不可替取代性，都、就是无机器会当代替伊，也无人会当代替伊，伊能一时的耶稣卡，又伊家己一个对生活的某一种的感觉，对无迄个种艺术家，迄阵吼，人个做主人著出伊啊。所以你今日剪头毛的人，你毋是今日讲我足够剪嘞，我艺术家，我剪头毛足够剪，你会养做人，你要甲你的病人开讲，病人啦，你要跟你的即、這个服务的即、這个。 哦，你咧服务只小姐啦，甚至然后你诶客户，你也啊会开讲，你会将你诶工作看做一种艺术，安尼规个社会问题都减少真多啊，大家心情拢诚好啊，咱即规个社会素质、心理诶素质，规个就提升起来。所以我咧要强调就是，人类过去遮尔些年来足奇妙就是，咱从任何代志、无聊诶代志，然有当甲提升变做一种艺术，这是咱人类伟大诶成就。

今天咱来探讨哦，中年人的困扰到底是虾米？<laughs> 要请了高音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凯欣老师、嗯、来对大家来请安。观众朋友大家平安，老师平安。诶、欸，平安平安平安。平安 有人会想这个问题，唔是咧讲笑啊？是是，真正系笑啊。是是，想我是是见唔到人，传唔到人啊？对对，所以咱来讲用一句话来讲，中年诶危机，大概拢会想啥？大概就是三项，头一项就是事业，事业对，咱顶摆讲嘅第二项就是家庭婚姻嘅问题，第三项就是家己自我嘅问题。自我实现，诶，自我实现嘅问题，对家己嘅看法、满意度嘅问题。啊，家庭嘅婚姻嘅问题是。 最最看下呗，啊！我讲你知，中年人是三明治啊。哎，谁呐？哎，顶面有叶蝶，中央啦，吼你顶面有背母，吼爱奉养，啊，下面有囡仔，下面有囡仔。啊，你讲，你若算看，你中年人，你个，你个年岁，你若是差不多三十岁结婚，嗯，吼你三十五岁、四十五岁、五十岁，哎，你的囡仔，正在青春期，正在跟你掐饼，正在掐饼。 啊、嗯哦！啊你，你需要咱足侪精神的时阵，你的婚姻的中间，嗯，常常为着囡仔冤家，对，常常为,為的为着囡仔会操心，对，会无精神去看到你的另外的对象，嗯，啊，有我常去，焦点我倒看到对象啦，因为伤侪时间在无言啊，对，啊，有阵无的心情正歹、嗯，是啊，就讲啊，我就。 啊，我来照猪甲你养，啊，你来照猪长。啊啊啊！哦，你都我就教书，安尼甲你教，安尼饲也无共咧。所以伫个即个中间，中年人其实足有心情诶。对啊。伊诶心情，感觉讲我足拍拼诶。经书真济。真书足济，但是但是外口无一定照我诶方法。我对外时段真正尊重，但是时段佫无一定愿意。对。 嗯，那要真正有心情，所以家庭的婚姻、家庭的生活，是一个真正热的时阵。是哦，所以思考这个问题时，家庭去干涉掉，争取是足快足快。是啊，所以我们在讲啊，中年人在吃吃较在，吃吃在的，信用爱掠掉兄弟，嗯，因为。 在世间的人伦纪律诶代志，要来整理诶时阵，足侪心情诶。是，足辛苦诶。中年的人嘛是要甲顶顶一代好好诶时阵。嗯。看到父母愈老愈老，啊毋愈想着。我自细汉你也无疼过，啊、哎呀有心情。嗯。看到父母愈老愈老，我就想着细汉你无教养起，无教仔辈。嗯。哎、嗯啊，你看。 会解真系袂爽快吼，开始出来，拢铺出来啊。所以，我记咱第节目剧刚嘛讲哦，你要有一个上帝思想去理解你的人生。嗯，吼、哦，你爱会当看一个人的后面，父母嘛是第一时代，尽了伊上好的来福利啊。但是可能佫较无完完，伊是人你嘛是人。是啊 你别当用即摆标准要求要求伊以前、啊，所以你看中年人到这个时阵是有影拢咧算数的啦，嗯，弄咧、啊、爱摆好好势，的哈、嗯哦，所以这个问题是真正侪，个、嗯嗯、来就是对家己有愿意无愿意，嗯哼，真拍拼人生上半场，但是到这个所个所在，你感觉讲有够业无？嗯，还是讲我是不是已经做我最想要做的所诶物件？嗯，还是我拢为着要做一个摇钱树呢？嗯哼，为着要养妻。 在现实的环境下，变 <還用 S 2> 我听下咧讲，讲常常咱中年人查甫人，感觉家己看那些 ATM 提款机啊是？是是 <laughs>、啊，所以中年人有这三项的物件。嗯、啊，嗯，我来我唔忙，咱后回来讲，中年人这三项的物件，咱要安怎面对？要安怎解读？这三项，咱真安尼勇敢来面对。当然，每一个问题拢真大个问题<對>但是，这个勇敢面对了后，是要帮助咱、啊，会当、啊。 过来，每个阶段，你唔通后壁去硬硬行。硬到咧想，唔通，你就做一摆想好，然 <laughs> 后，就用干么个样子啊？啊，对，哦、這,<樣>这就是这你人生的剧本，家己自己拍拍手，让<是>上帝阁继续搬落去。对对，所以讲人生如果老朋友，你最近也是拄啊好像老三啊，较中年啊，<laughs> 一定拢会想这個问题，一定拢会啦吼、哦，所以当你想到，即讲我足困扰时候。 你就当了解啊，其实吼，即、这个年纪拢会想，毋是干那理念啦吼，毋通我家己足大压力啦，啊，想要知讲，啊，想想来变安怎，变安怎，继续生活，咱即个生活得对啊嘛吼。哎、哦，首先来邀请凯欣老师哦，谢谢，谢谢。